我怎么可怕什么？怎么回事？长官，有事说事。不要反复找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都他妈断了线了。看不见是吗？科长，看不闭嘴。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科长，您不光没有软肋，而且还不用人，所以可怕。姑娘，对不起啊，你没事吧？滚！黑咖啡不苦吗？加点糖吧。咖啡喝的不就是个苦味吗？很久没来哈尔滨了，珍珠港之后就没有萨尔瓦多咖啡了，都是菲律宾的。我是老段。你好，我是小关，负责带你上山。宵禁之前咱们得出手。东西在山上吗？不在，放山上不安全。那咱们得抓紧，时间不多了。走。怎么了？放心吧，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不管怎么说，人还是被咱们抓到了，情报烧了，共产党不也得不到？今天去医院了，什么去个屁！你去接着找去，情报烧的只能这样了。那个开枪的，白牙身亡了，必须找着。是。谁呀？谁呀？我。晴儿，这么大酒精味儿啊，我觉得得让医生过来。天道暗沟逼得瞎了，有事说说。是没事吧？没事儿，喝点啤儿。另外几颗已经送到检验科去测弹道。这种子弹哈尔滨到处都是。瞎忙，招了吗？这是我让食堂做的菠菜猪肝。我问你招了吗？没有，就是不开口。老汤哥得接着换招了。看看，哎，你先给我汤啊！这我让你到底有完没完？我还没死呢，这点子事到处嚷嚷，你是不是巴不得满楼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挨了一枪？我是关心你嘛。闭上你的臭嘴！今天的事儿。我今天吃瘪的事儿，徐长乐可能知道。嗯。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声提醒你了，还是老林那里证明彭山给我送的，不用戴手表。是我疏忽了，这不是疏忽，是蠢。
出去，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下线每条一千，上线一万。当然是满月。我最后成了妖精，能知道你们什么妖精一样吃不起。在这种地方做意气之争有意义吗？在这种地方当有钱人有意义吗？在这种连吃大米都要分三六九等的地方有意义吗？当狗有意义吗？你们继续。对这种人，这么折腾没用。关键是扛不了多久，人死啊，线头就断了。他的情报是从关东军司令部里搞到的，问不到情报内容，也得问出情报来源吧。找个针灸大夫吧，扎出来的神经痛感，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而且也不至于一时半会儿就死了。我主要口供。伤得太重了，真是稍微差不多。渣，死活跟你没关系。本就是该死之人，只要能开口，命不值钱。抓紧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长官，刚才提醒过你，我跟您说过，他身体太虚弱了，他受不了这么重的针。韩国瑜，王晴，把人把石大夫送过去。杀他就放开，何苦为难我们？啊？
我倒想些新的办法了。刑讯室不应该是太平间，应该是特务科的惩罚。得多问出些东西来，整天抬尸体有什么用？进。科长，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了？我让小五去送那个大夫，那个大夫半路就下车了，说是有病人要出诊。这姓石的有问题。吩咐下去，把送尸体的车追回来。是。哎，等等，去诊所查查那个姓石的。是。邻居也问了，那个姓石的大夫确实是月初就在那就诊。王科长，王科长，怎么样？新冠的尸首不见了。您的动作够快的呀，冯科长，你怎么会觉得是石大夫？找大夫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呀。咱们找了几次这个石大夫？你们俩谁告诉我？有几次了？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反复找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会被盯上的。石大夫可能是共党。以后人就是死透了吗？老子也要把他打成筛子。打牌总有输的时候，多长记性。那个姓段的伤重，恐怕出不了门。要不要我通知下你，从现在开始出城各个关卡加强巡视。知道了。姓段的家着火了，情报一定还在。如果情报还在，那共党一定还会有动作。潘越，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先去火车站。听歌舞歌的，把枪放下。那难道呀？打了打其他们了。我来问你好警察子。放下。我数三下。一。聞こえないのか？
上我的车。我变了吗？变了。现在我有他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上车吧。科长今天把那个姓石的抓回来，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嗯，晚上怎么安排？明天吧。审那个姓石的还需要趁热打铁。是。你都是科长了。科长啊，我们警察厅特务科的关雪科长。韩股长，开车的时候往前看。我只知道你姓宋，名字呢？宋卓文。卓文。嗯。文绉绉的文。怎么了？得适应一下，文绉绉。停车！哎呀妈，你还没到地方呢，你怎么就停了？信你了，别闷头。医生，这次可没有针灸大夫救你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行。见骨头，先给我泡盆脏水啊！朱文，还是得谢谢你啊。不说不提了吗？我是说今天。哦，今天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我知道他是日本人。你要真把他杀了，那得冤枉死多少中国人啊？那麻烦就大了。我后来找过你，但我这收到的消息都是你死了。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忘了你，看来是老天爷不愿意啊。你找过我吗？你也是警察，没听说过我吗？我就是混口饭碗。说实话，我们局长叫什么名我都不知道。当年你说你要去找你弟弟，找到了吗？还没有。他不会叫卓武吧？你怎么知道的？我是特务科科长。中国人吗？我要是你父母，你叫卓文，他能叫什么？确实是。好了，不说了。说不定我能帮你找着他。你弟弟叫宋卓武，我
我记住了。那就先谢谢你了，科长。那你们聊，我先回避一下。你先等我一下，我这马上完事儿。您忙您的，我也得回去一趟，车站那边还没请假呢。也行，那我回头约你。情报没在那个姓石的身上，他塞给日本人的就是个钱包，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个日本浪人什么来头？他倒没什么来头，刚来的东北，在日本国内混不下去了，我们给他道了歉，还给了笔钱，打发走了。没麻烦就好。打伤小五那一枪哪来的？目前还不清楚。小五被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昏迷，得等他醒过来再查了。姓石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日本人那儿，就是为了保护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开枪制造混乱的那个人。找到了他，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线索。还有一个线索，这个姓石的在进站之前，在站前的广场的路灯底下转了个圈，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那应该是他第一个接头地点，站台是第二个。干什么？巡逻呢？大晚上的巡什么逻？加个班，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什么时候铁路警察归特务科管了？该搜搜你们的。是。程主任，别跟我这兜圈子，你在这儿干什么？说实话。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在这儿混口饭吃。大半夜的，在这儿混的是哪口饭吃呢？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为小偷加班。这铁路警察呀，这小偷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他们一般偷完东西呢，都不敢带走，就先藏在这儿，等风声过了再回来抢。为什么藏在这儿？怕人赃俱获嘛。再加上这火车来来往往的，一般人也不让下来，所以我们呢，就隔三差五的过来加个班，有早没早的，先打两杆。那你今天打着什么了？这正打着呢，你们就过来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打着啊，不信你们搜。科长，找着了。还搜吗？海亮，小张，
铁轨路基上都找遍了，应该是被人取走了。也难为你那么细心。您这是夸我呢，还是点的我呢？你说呢？你搜他的时候，他就一直那么举着手。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不用点就爆。现在活脱脱一个低眉顺眼的小职员，文周周。你找过我吗？人得逼着自己变呐，这世道乱，什么样的脾气都得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你是在说你自己吧？哎呦，科长，我在您这儿，我这尾巴早就断了。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宋卓文啊，能忍，忍为大勇，能忍就没有软肋。科长，您不光没有软肋，而且还不用忍，所以可怕。我怎么可怕上？之前你走我后头是给我挡枪。现在你有枪了，不用我帮你挡了。命大的人有后福，今天除了我以外，有个人做梦都想见。谁呀？哎，来了。介绍一下啊，我救命恩人卓文。卓文，老金。嗯。你来介绍一下呗。啊。来坐。情报股长潘越，你之前见过？见过。监听股长刘飞，枪械部老李，本人总务科老金，金清源。卓文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影明星似的。真是啊，电影明星普克，就是一巡街卖苦力的，别笑话我了。王科长，王科长，提一杯呗。胡斌呢？逼那个姓石的口供了。来。哎，科长，这你替胡斌敬一杯。别，不，这愚公移私都得您先去。谁提都一样。快，给科长满上。哎呦！哎呦！你们先吃吧。嗯。我去处理一下。来，左边老弟，来满上。谢谢。哎，完了。第一杯咋不等我呀？你别来先发制人那一套啊！都知道你在审那个姓石的呢，怎么样？折腾一天了，问出点东西了没有？姓石的嘴确实严，我待会儿回去还得接着收拾他。来吧，等什么呢？我都来了。哎、慢着，胡部长，今天是关科长的局，咱们心里有点数。对，今天是啥题目来着？咱们关科长的救命恩人，赶紧啊！趁关科长不在，这都是男人呢，说说吧。说什么呀？
怎么救的呀？救完以后呢？什么意思啊？不懂。太能装了，你这他妈嘴比姓石的还严啊！你就撂个实底儿，有没有跟关科长？斌哥，嗯，小凯，金叔，认不出来了，来，小凯，这都大老爷们儿了，咋还抹上泪了呢？小凯，我说了今天要给你惊喜啊！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啊？小凯，你送大哥不走了，你俩有的是时间唠。今天呢，就开心的喝酒吃饭，来动筷子吧。小凯，你姐说的没错，这一桌子好酒好菜的，你别沾着眼泪吃啊。来，卓儿老弟，你得先端杯子吧。好，那我先敬胡股长一杯。抱歉，手伤了，端不住杯子。胡股长的手是跟我执行任务时候受伤的，那我干了，您随意。行，我有个不情之请，特务科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身手了得，是吧，关科长？那都是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个轻重。这后院就有一大片空地，你胡大哥我不怕丢人啊。给你当个陪练，卓文，让我们开开眼。干呐！你可被打死不能杀死。胡斌，今天是家宴，大家就开心的喝个酒，别弄得破马张飞的。哎呦，我平时可没见过科长这么护着过谁啊。那你今天见着了。行，关科长，各位，你们慢慢喝。潘股长。我也得陪那个姓石的。
很清楚啊，有人进来偷东西，先从这儿进去的。等他再跳出来的时候，被渡边发现了，于是只能杀人灭口。我没猜错的话，他钱包也让人拿走了。关科长，这种案子应该是治安科管吧？日本人精鬼，别说警察厅了，宪兵队所有警力都出动了。他疯了吧？谋财就谋财呗，别害日本人命啊！这他妈麻烦了。西施。啊？什么？明枪。阿月。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血块吧，是墨水。关雪在日本待了四年，负责背景调查的同志只查到了东亚同文社，然后线索就断了。你可以和他保持接触，尝试摸清他的真实态度。这查了吗？查过了，丢了一袋米。为了一袋米，凶手居然敢杀了日本人。我觉得这个人杀人，压根儿就不是为了偷东西，是为了救人。救一个女人？这咋又多出个女人啊？据我所知，这个渡边警长跟这个仓库所有的中国人都没什么交情，却主动提出替他值班，这明摆着就是要把他支走嘛。关科长，你刚才闻到的西施牌雪花膏的味道，那是哈尔滨市面上最便宜的雪花膏。这个渡边，应该就是在等这个擦雪花膏的女人。哦，让您久等了。你来了。你别急，你听我单子行不行？你不要紧。我给你准备好了，写个单子行。被他杀的，杀死渡边的不止一人。渡边的伤口深处有墨水，但伤口不是一次贯通。第一次伤害虽然造成了部分的气管破坏，但不致死，最多让渡边呼吸困难，丧失行动能力。
在这个房间里的男人不普通。就是他将渡边脖子上的钢笔向更深处捅了下去。我猜他和渡边可能认识。为什么这么说？渡边的手指缝里有几根女人的头发丝，他的双手和小臂都没有明显因为反抗而留下的痕迹，这说明他在受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完全没有防备。所以我猜凶手可能是是不是你说的仙人跳还很难确定，因为不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不是一起离开的。是个聪明男人，他把现场撒满了面粉，掩盖掉了一切痕迹，然后还把渡边的尸体搬到了另外一个仓库，造成了被盗窃者杀死的假象，最后还搬了一块大米从门口离开了。路边警长平时带笔吗？没见他带过。他不带钢笔，他这笔是哪来的？凶手的。在铁路做巡警有意思吗？混口饭吃呗。嗯，来特务科吧，叫我说了算。当然，前提是你得通过入职考试。行，你说试试我就试试。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姐，我觉得宋大哥变了。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人不能有好坏区分，人性是复杂的。就像别人都说你坏，但是我心里你是最好的。哪个女孩教你的？Thank you.
融化在指尖不经意，他悄无声息去，带来了你的消息。不敢呼吸，怕暴露心跳的声音，等太阳透过那云的缝隙，透过你的眼睛，无尽的黑夜之中，倔强的期盼下个黎明，之中努力去寻找你的痕迹。这些是已经签完的，这些让他们写明用途。好。田小江。田小江在第一旅团侦察连服役，参加过三次讨伐抗联战役，因获战功被选入新京士官。来特务科是分配的还是自愿的？自愿。特务科比战场都危险，知道吗？不危险我就不来了。为什么？特务科是反田反共的一把钢刀，我要当刀锋。我叫丁鹏，民国七年。来特务科是自愿的吗？是。也不是。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说话要跟掏枪一样快。因为这儿每个月拿钱多。跟哪儿比？多多少？比路政署多17.52块，比稽查处多9.7块，比法务部多11.6块，比。苏先生，该您了。我叫宋卓文，从铁道上转过来的。这儿是枪械室，行动之前到这儿来领枪。前面呢是会议室，这底下是哪儿？这儿啊，审讯室。啊，金科长，电话，厅长的。啊，那你们先转转，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啊，是。姓徐的，底下找找。审讯室，不合规矩吧？什么规矩？说话什么规矩？老金让他们到处转着，没说不能去哪儿吗？是吧，勇哥？我一说这一整栋大楼啊，这楼上是机关，这地下才是真正的特务科。去不去？听你们的，有你在不害怕？走。三个新人，怎么看？那个丁鹏是个关系户吧？一肚子账本，看怎么用吧。另一个呢？田小江说话云山雾罩的，但底子确实好，那是真刀真枪跟抗联干过。吴股长亲眼得见，还是他自己跟您说的。特务科是钢刀，他想当刀刃。其他人都是刀把儿。
聪明，真糊涂。那你觉得宋卓文呢？你觉得呢？那个宋卓文初来乍到的，就敢跟胡股长叫板，那将来必成大器。那天仓库你也在啊？你也觉得咱胡股长的风头，让那个宋卓文抢了？那天哈，先试试看吧。不试怎么知道呢？明白。再说一遍啊，这是警察厅特务科，尽量用不同的人做共同的事儿，记住了吗？知道，知道。别说你，我都看见了。你们几个新来的，是没别的事儿干吗？枪手。拽我衣服。叫我关科长，是关科长，记住，我就是想试试他身手。没说不让你试啊，每个新人都要甄别，但不是公报私怨、聚众斗殴。胡斌，你这个人呢，欲望太大，心眼又太小，肚子里还藏不住，全写你的脸上，吃相真难看。宋卓文的资料有问题吗？没问题，就是有点窄。倒卖过火车票，收过小偷的孝敬，私分过旅客丢的东西，就是他写的悔过书啊，比他兜里的绵羊票还多。有点窄是好事啊。哼，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整理一个审讯笔录，写成这样。谢谢。看不见是吗？科长，看不。闭嘴。这是从那个姓石的大夫家里边搜出来的。他是一个大夫，家里有药方很奇怪吗？是，我呀多了个心眼儿，又找了家药铺问了一下，这几味药再用羊汤做引子，能补血益气，专门用作产后进补。是，如果这是给别人开的呢？我们又找到了他买药的那家药铺，伙计说对他有印象，是他自己来买的。光听说过这个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子，谁听说过亲自给病人抓药买药的呢？这除非啊，会不会是不是他老婆就是他同伙？查。是。
没你们仨什么事儿，接着搬砖。你干嘛去？说我干嘛去？抓空档。这个产妇很有可能是共党，最起码是共党的家属。所有的药房跟产科都要严查。抗联待的地方缺医少药，哈尔滨的地下党一定要下功夫给他们找药。我带行动组的人查药铺，其他的人由潘部长带队拉网式搜查全市有妇产科的医院。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行动。是。林小江，说，我还真是小瞧你。科长，我有个办法，抓人更快。谁都有，你一个新人没资格参加行动。门口负责警戒局。是。这个茶是陆科已经把专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不是太危险了。我已经找人来帮忙了，试试吧。一定要把石太太救走。小江。你怎么来了？不跟你过来的吗？你挺能啊，你不不来吗？你抢功来了这会儿？啥情况？啥情况？查的没啥情况。算是看明白了，科长是既看重咱的能力，又不想咱手伸太长。我跟你说，用我的招啊，你娘们早他妈抓着了，这会儿我都开始审了，都跟你说。你听我分析分析我的想法啊。第一，那娘们她老公不总在；第二，刚生完孩子，两点足矣。你怎么知道她刚生完孩子？一直喝黄记羊肉汤呢。行，那特务科属你聪明。属我聪明？你不也找着了吗，文哥？您说说，是不是科长给你漏风了？我要是你啊，就把你刚才这抓人这招跟科长说说，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我跟你不一样，我跟科长没交情，我一说话都是你闭嘴，我怎么办？你说呢？我说算什么呀？你给龙龙算五十分吗？啊？
仔细看，啊，使劲想。真不认识，没见过，他叫什么名字？要是别他妈废话！如果要是找不着，啊，那这个人就是你了。别呀！啊，使劲想。小藏那边问过了，他们说天天都有人加热黄芪养生汤，具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快点！过来，到这边。这张照片，挨个传着看一下。有见过这个人的少，知情不报的，就麻烦跟我们走一趟。我好像见过这个人。那天我上厕所跑得急，就在这个门口和照片上那个人撞了一下。他往哪儿走了？西边。从这儿往西，每个病房，每个产妇，查。出去干什么了？买水果。他叫什么名字呀？李增寿。住院登记本上有这个名字吗？没有，就我。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会计。在哪儿当会计？青浦。想清楚了再说。说了，青浦。我马上查。田小江罚走，你门口警戒去。我就为了他来的，关科长，你真应该听听他那主意。你怎么还帮他说上话了？他这招啊是损了点儿，但万一管用呢？我发现啊，田小江这小子挺有脑子。说呗。小江说。把所有的产妇跟孩子都分开，然后让家属逐一来认领，对得上的就放走。当妈的跟孩子分开，那肯定着急啊，到时候当妈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来，谢谢啊。这个产妇。很有可能是共党，听明白了吗？行动。是。好。
出什么事儿？人都跑了，快把田小江抓回去审。啊，人呢？人呢？这个钢笔是你的？没错，这钢笔是我的。我昨天就找不到了。怎么会在这儿啊？笔尖是不是刚刚换过？是，之前那个笔尖让我给写劈了。什么时候换的？记不住。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几天前吧。在哪儿换的？文庙大街的修笔铺子。到底哪天？咱们这行容易得罪人，他经常自己在家，谨慎点不是坏事。买了点东西吃，所以回来晚了。是我来早了。来了。没想到关科长还有这手，两张嘴吃饭，不像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不行也得行。你跟我说实话，白天是不是吓着你了？还真没有，例行公事嘛，规矩我懂。真是例行公事，晚饭你就不是在这儿吃。谢谢。哎，你不是不喝酒吗？在外头不喝，这不在您家吗？挺不客气。嗯，好酒。他也说我可怕。你怕我吗？我就是关科长手里的一颗棋子儿，你想往哪搁就往哪搁，我有什么好怕的？你可不是棋子啊，你应该是一把刀。不是，那不田小江吗？我成不了刀。你看你这样，好像我对不起你一样。没有啊，我这样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确实应该早点叫你来家吃饭。吃个饭吧，还犯什么早管？
你肯定想的是来了特务科，干的没有原来苦，挣的还比原来多。可实际上你看，每天血肉刺烂的，还差点被人冤枉。我要你，我肯定想，何苦？那天小江，你打算怎么处置啊？在特务科，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别说。是是是是是是。站那儿干嘛呀？我面糊了。哦，你瞧我这眼力劲儿。倒酒，小凡。天天担惊受怕的，为的就是在一张桌子边上吃口饭。卓文，你再等等啊，等我把你弟弟找着，一家人就齐了。来，来，谢谢关科长。来，那我不客气了啊。来，杨海。我的，你们先吃。哥，吃。他接电话没点儿。喂。远东百货楼上的赌场是樊厅长的太太开的，你没事多去捧捧场。来，谢哥，找女朋友了吗？谁看得上我呀？哼，你姐不让你找吧？她都没说不让。那一般女孩知道她是我姐，谁敢呢？你这有那么可怕吗？你不已经在特务科上班了吗？时间一长你就知道了。说我什么呢？小海，问我上班上怎么样？周哥，别干警察了，这差事太危险了。现在啊，这世道不太平，所以人人都想求安生。哎，警察这差事变得吃香了，天天被日本人当枪使，还得挨自己人骂，有啥意思？人不能为了口饭活着呀。别这话里有话。你们这帮学生，天天听点重庆的广播、延安的电台，脑子听肿了。大清也好，民国也好，只是更新换代很正常。姐，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不去反清复明呢？你，幼稚。来，杨海，不吃了，哥。我吃好了。幼稚！省略些犯不上，是吧？就现在的学生啊，也不知道那学校天天都教什么。来，消消气。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啊。我吃了呢，我一直在吃呢。想吃多吃点。
这房子是我一个日本朋友的，他回国了，让我帮忙照看的。但是房子就得有人住，所以我说想请你帮个忙。不行，关科长，真不行。你这房子完全可以租出去。不是你说的吗？把你搁哪儿是哪儿。关小姐，宋先生，这是常婶，跟了我快4年了。以后你的家务事就由常婶来打理，她做的锅包肉特别地道。不是我不愿意帮这忙，我要真住这儿，我就成了吃软饭的了。我也不想强迫你，但你先别急着拒绝我。打开就行。跟你说件正事儿。是。医院那边不用审了，线索肯定断了。你跟丁鹏去审审那个姓石的吧。有用吗？你自己判断，如果没用，你们俩就把它处理了。怎么处理啊？两种方式，一种是执行枪决。是我俩执行吗？特务科的规矩，新人都得过这一关。那第二种，那就是交给日本人了。至于日本人怎么处理，关我们的事。好看吗？常婶儿，来帮我把这些收拾一下，等一会儿要带走。哎，胡斌这个人，一段时间不敲打就蹬鼻子上脸，嚣张的厉害。哼，你下次不用为了我忍了，给他点教训。你在特务科的路就走平了。男人手上有了血才有煞气，有了煞气命才硬。请。关科长，金科长让我把上月的单据给你，说让你审完以后签个字。松鼠密电，什么叫密电？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密电？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明天去关禁闭。是。关科长，那我先去了。你等一下，还有点事儿。帮我盯着潘越跟胡斌，有什么事都跟我汇报。为什么要盯他们？先拿。他们俩在特务科待的时间长了，老人难免有二心。
那我的权限有多大？最高权限。包括查跟你的关系。我不该这么问。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做。明白。你怎么了？好不容易值了这么大的网，这个新来的一枪就给人崩了，杀人还不容易吗？不知道这种时候都要留活口啊？自己办事可忍，别在我这叫屈。我听说他在那么多人面前拿你这盘鼓掌，他脾气好，我可不惯着了。这杀人灭口的账不能挂在我们行动组头上。不是好在有个烟斗吗？不然大家脸上都是光辉。他凭什么掺和我们行动组的事儿？这还没正式调。我是派他去查另外一个案子，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这事你跟潘部长也说一声吧。我跟潘越的人都懂事儿，不会有人多嘴，丢脸的事儿更不会传出去。但是您的人，您自己吩咐一下吧。你说什么？啊？什么你的人，我的人？说，什么叫你的人，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这个东西设计的还挺简单。越简单越不起眼。越不起眼，说明设计者越聪明。辛苦你了。应该的。潘部长，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嗯，陪我出去一趟。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只要情报到手了，活人的口供就没那么重要了，别多想了。不是我想过，因为不管我干什么，总有人传闲话。唾沫星子淹不死人。有什么事冲我来不怕，我怕连累你。你就别替我担心了，你站得住脚就是在帮我。
别啃。用我的。没事，习惯了。你最近在科里还习惯吗？挺好的，就那胡股长看我那眼神总不对。你别说啊，这剪出来的确实比凯特强。日本人打的钢刃确实不一般。段科长，你上次让我查那事儿，你喜欢女人长发还是短发？长发。我还是以前在日本受训的时候剪过短发。我查过了，那潘股长和胡股长，除了平时点花天酒地之外，没有什么三心二意。看样子你还是没明白，不管在哪儿，往上爬的梯子只有一把，不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怎么爬上来？明白。喂，关小姐，您电话。什么事这么急，打到这儿来？但是可不许把我从梯子上面挤下去啊！不会不会。喂。您不能这么对自己，您太要求完美了，这么活着多累呀！关科长，啊，对不起啊，这文件您赶紧给签一下，听你等着要。不完美就得完蛋。不至于，咱特务科在警察厅那是无人可以替代。胡斌，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这么大岁数人了，永远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姓段的是跑了，但姓石的还在咱们手里呢。关键是咱们得到了情报，我想这些成绩新来的上司是可以看到的。新来的上司一来就遭到暗算了，你让我拿这些跟他说成绩？聞いた話だと、どうやら弾を運転者の首に貫き、後ろに乗っていた彼の肩を割ったようだ。ちょっとかな。どうもこいだな。どうもかか。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科长郭文雪，关科长到了吗？里面请。哈尔滨警察特工科科长关有吉，ご報告に参りました。卑职护卫不力，让阁下受惊了。哈尔滨这么大，你负得过来吗？请坐。这一战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您刚到哈尔滨就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我们失职了。你真的没有责任，这个是从新京跟来的。再说了，过度的自责不是好习惯。您认识他？也算是老相识了。他在新京
专门袭击有特殊背景的日本军人，我给他挖过四次坑，他的同伴都掉进去了。可我现在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个绰号“满洲罗宾汉”。他一路跟着您来到了哈尔滨，跟我一样倔脾气，但也好，要不然我多孤单。田野科长，您真幽默。よし、話題を変えよう。听说你的特科最近破了一起共产党间谍的案子，詳しいこと聞かせてくれるか。はい。遠藤里と三条寺は、ああ、面白いじゃないか。え？条寺は是什么内容呀？给点你有理的。凡是有可能涉及到日本军方的情报，我们没有权利冲洗，所以无从知道内容。我让我的副官现在就跟你去去连夜冲洗，我要马上看到交卷的内容。是。对了，你刚才说的提议很好，只是陷阱的痕迹稍稍的重了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真的，也许从新京跟我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才会真的伤心。明天我会真的出院，不管多晚我都等着你的教训。嗯，是，去吧。您请便。关科长，你的办公室真是全齐啊。不客气了。他包过一份呢？当然，您随意。实话跟你说啊，宋卓文就是科长的一块磨刀石，专门用来磨你的。别到时候这刀没磨成，反把刃给崩了。那你这脸就彻底贴人家鞋底子上了。麻烦您写个接收收据。都在那，不在。浅野課長は私にはこう言った。あなた方はなかなかの専門家だと。あとは私に任せればいい。浅野課長はそういう人間だ。今日弾を取り除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今すぐ病院を出ようとしている。我々はそういう彼にはもう慣れている。谢谢您的提醒。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尽量通知所有人，不管他们在哪儿，在干什么，立刻到会议室开会。马上。眼前的这条路是明天前野科长离开医院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去哪儿了？明天刺客就会埋伏在这条路上，所以整条街都要布控，宁可错抓不可错过。但刺客是从新京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长相。我知道很难，难也得干。目前掌握的线索有用的只有一条，这个刺客的绰号满洲罗宾汉。明天是咱们特务科在前野科长面前的第一次行动，什么要求不用我多说了吧？具体的行动方案，吴部长，你来安排。如果这个满洲罗宾汉使用狙击枪，有两点必须满足：他所在的位置，既能看到陆军医院的大门，又能俯瞰整条大街，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它的活动范围无非三个地方：邮电大楼、哈尔滨饭店和东亚银行这三座建筑物的四层楼以上。出了这个大门，你们互相谁也不认识，睁大眼睛，密切注意高楼的出入口。只要是背长包裹的，不管老少，引到人少的地方就地摁住，有反抗的格杀勿论。湖边，让那个宋卓文和穿蓝色西装那个衣服换一下。为什么呀？你让一个糙汉子穿西装，让一个书生扮你腿子，特务科去给人演滑稽戏吗？去吧。是。出发！是。科长，刚到这里来ました。哦。科长休息的好吗？很好，很好。如果初次见面，我一定不会相信你在特务部工作。あなたそうだろう？这是地图。用脸不疑，具体的行动计划不用跟我说。我相信你的计划和安排，我不想做任何干涉。今天你是导演，我们都是演员啊。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鱼儿不上钩。没有一个编剧的脑袋是不会当刺客的，必ず来るから。ね。はい。ごもっともです。
我上车。阮科长，我改主意了，我要报复，我要让仇恨我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请科长相信我，我知道该怎么做。像梳头发一样把哈尔滨梳了个遍，就差掏老鼠洞了。如果刺客躲在了熟人家里就不好找了，得挨家挨户搜。笨办法等于没办法。科里给了你不少钱去招募新人，到用的时候一声都不吭，都他妈断了线了。这么大的城市找一个刺客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太难了。咱们的人呢？都在下边等着呢。收了，忙一天了，好好休着。疯了，你真是疯了！好歹是自己人，比划两下完了，你想干嘛？杀人灭口啊？你们几个杵在那干嘛？滚！是是是。你回来。门关上。瞧你那样。脸洗了去。哎，底呢？我先下楼了。有完事儿来找我，我在车里等你。哎，咱们去哪儿啊？不该问的别问。丁鹏、宋卓文的身手你是知道的啊。如果我们假设对手的能力不弱于他的话，30到40分钟的搏斗会造成
多大面积的损害啊？近身搏斗，刺客手里还有家伙，那整栋楼不都得祸害了？过来一下。这是什么？好像是一尊翻倒的座钟。被摔碎了。我记得的。当时钟上的时间你还记得吗？2点吧，顶多2点多一点。如果您真的能够确定座钟停摆的时间是2点，到他3点钟给您打电话，中间确实有1个小时对不上。按理说小宠大佐一家离开哈尔滨挺久了，座钟早就应该停摆了吧？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座钟背后的发条，如果还在有人继续使用的话，发条柄上应该是没有尘土的，否则的话说不定发条柄上还有齿轮。我现在就去一趟花园路。去。应该是在百乐门。韩部长，后来我跟那姑娘出去了，你还记得吧？是吧？那天属实喝多了点，周围没什么人，孤男寡女的，拉拉扯扯，搂搂抱抱之事，是个男人免不了。具体的真想不清楚。卓文，我要是你。当着科长，我就不说具体的。你别打断他，接着说。我有一点我保证啊，我跟那女的真的没什么。你能保证你没什么？你怎么知道那女孩没什么呀？她能有什么？她有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说的是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小宠大佐别墅里面，我和满洲罗宾汉厮打的时候丢的，也说不好。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麻烦事儿。只要那个混混还有一口气在，或许能从他口里知道更多。科长，您说的知道更多是指？凭直觉说，我觉得捅刀的那个人就是满洲罗宾汉。那个郑三呢？就在车上。还能张嘴说话吗？这一刀捅在笔上了，医生说怕是救不活了。没办法了，人没了。现场这么多人，除了那个死的，没一个人看见凶手长什么样。有是肯定有，但是他戴着顶厚帽子，围巾遮着脸，谁都不敢确定啊。逐个询问了吗？实话和您说，万科长，
南市街这个地方，但凡和郑三这伙人有牵连的，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那你开枪吧，我不怕死在你手里。咱们的命是八年前捡来的，死在你手里我也不冤。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你就不怕死了？怕，所以不想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我不想在你面前丢脸，被人拿刀架着脖子，谁他妈都得腿软。当时我求他放过我，跪着求他，他也知道自己逃不出哈尔滨，条件就是我把证件给他，他还有机会出城。关雪，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开枪吧。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卓恩，怕死不丢人，但是你记住，你要是自己不想死，就该让别人死。